不会做饭怎么办？你需要万家乐 Mate 7自动烹饪系统。万家乐 Mate 7自动烹饪系统。好了，来了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啊。这场比赛是 Sola 对 Hurricane， 出现在地图上方的两种方向就是蓝色的虫柱选手 Sola， 下方技能方向就是红色的红色神柱选手 Hurricane。王哥，刚才因为死机的原因啊，也没办法。我很气现在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我现在很气。哎，这有什么好气的嘛？这东西很正常的，死机的东西很正常的，很伤。我估计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估计是那个。我你不要到时候，待会儿说话说着说着，到时候又死机了，然后又听不到你声音了。我估计是什么呢？我估计是我这个 CPU 的问题。感谢邱老先来我公考不镜面的一个飞机啊！感谢兄弟啊！我估计是我 CPU 的问题，太老了这台机器，这个 CPU 是6700的，太老了。我这机器用了3年了吧，3-4年了，太老了。上来 Hurricane 是 BF 啊，他直接升级攻防吗？他的应该是个两攻一波的这样的打法。但在历史上 ，Hurricane 只赢过 Sola 一盘，总战绩是9-1。虚空之翼一盘都没赢过，0-7。我觉得很正常。不，6700K 的，6700K 的，我这个不是说我们电脑主要是一直每天都在推流，所以消耗挺大的。对，反正他这个电脑，哎呀，反正6700K 其实是多少年前的？我想三年前，3年以前吧，3-4年前吧，3-4年前吧。对。他一直在推流，主要。算了，我下次来金山前，我买一台。用老死机自己也受不了。就心态很差了，就是。心态非常差。好了，一公开啊，反正我跟你们说嘛，我有时候你突然感觉断掉了或者怎么样的，那就是我死机了。不，你不说话了，到时候我会来。我现在会来歪歪瞄你一眼，你看你这个人在不在？你人不在的话，我会推流的，你放心。啊，一波了啊！这边假开矿啊，各种哨兵出去假开矿，实际上是家里面点的多兵营，一攻的哨兵差，这个一波其实挺猛的。
他换了一个这个冷静进来，哎，给你个感觉跑了啊，给你个感觉我好像是骚扰，现在做了很多表情啊，现在是他是一攻然后直接追猎带哨兵一波啊，这什么战术啊？不，他必须要追猎，他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有用。好了，真的来了，真的一波来了，八兵营直接开门。苏拉已经看到了，开门了呀，差不多了，开门。哎，包一个、哎、一个哨兵也还好，这他妈就换了个开门。他死之前吧，我感觉他少刷了一轮兵。追猎再插一步，但我觉得这波追猎很凶、啊、有点凶，他把苏拉骗了。哎，这狗五分半钟，我靠，这个战术啊、哎、有点凶、啊。他换了一波插对吧？他换了一波插，你看到没有？说了，我感觉妈遭中了这盘。他换了四个插在里面，好，再封一下。苏拉死了，苏拉被骗惨了。他这个一攻。追猎一波怎么好飘逸啊，而且他最飘逸的是他的这个哨兵他也不那个的，直接讲哨兵也不怎么放立场，然后就换向他换向 他卡了个 timing， 他这个战术我想想他是多少分钟出来的，他应该是在他五分钟不是，我知道五分钟出来，他是四分钟他换了一个冷静出门，然后四分钟换个冷静出门他干嘛呢，他是第一时间是去飘往索拉家里飘，索拉这个时候就觉得你应该是投引刀或者投白球，然后这个时候索拉要做的是什么呢？索拉要做的是在三分五十秒放蟑螂巢，对吧？升二本，然后蟑螂巢好了之后补七个蟑螂，补完七个蟑螂之后就大概在四分三十秒哦左右补一波蟑螂，开始按农民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再走出来开矿，假装开矿，索拉这个时候就肯定是猛按农民的，没错。结果你妈是八兵营。追了一波，基本上是这个表情，他这个表情做的还是有点东西的。这个八比零追了一波的确让索拉没想到，对，他表情做的非常好，而且时间点都卡得很好，说明 Harrigan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战术型的一个神速选手，对，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春点位。地图下方的蝴蝶人犯就是蓝色的虫族选手，来自于 TSG 战队的 Sola。 他们说这一招就是传说中的残像拳。地图 上方的就是十点钟方向的红色的神族选手 Herrick。 对，说的没错，这盘、哎、Sola 最怕就是别人玩智力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智力这个东西真的说了真的太低了。这招残像拳还可以啊，是有点实力，还可以，这招残像拳有点。主要是你钦定的他是韩国第一宠，他的确韩国第一宠，干嘛智力太低了。不，智力低这件事情也不能那个的呀。不，其实我怪他呀，我觉得刚才中这个战术不能怪索拉。我作为一个虫族选手，我从 Hurricane 的，就是我从虫族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，我觉得中战术的概率还挺高的。的确是，对吧？他五分三十秒已经在脸上了，五分三十秒大概在你脸上是十二个追猎带四个哨兵，换了四个叉，是不是这个感觉？五分三十秒，这个时候你对一个虫族，如果是你是防投引刀的虫族。你也最多也就十条狗七八个蟑螂，你不会多到哪里去，这个不对，是不是这样吧？哎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其实暴雪可以把神族一个设置稍微改一改。什么设置啊？就比如说你这个幻象能进是不是啊？啊，能够装幻象的东西，这你们那不是演得更好看？对啊，演得更加逼真啊。这你妈，对不对？你换下能进能装换下东西，然后他投下来之后，然后就看到你房子就跑，投下来再跑路。哼，你很有创意。海瑞克不要他开三矿，骚扰一下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啊！
这个不急，看看 Hurricane 直接 VR 开。VR 看他这一盘用什么战术，这盘应该还是一个能进的开局，反正现在的能进骚扰对于神族选手来说已经非常非常有用了。一使图一追猎，哎，看你两个，我这样的一个设定就是能够让心理战术发挥到极致，特别让狗哥这种选手基本功不是很好的选手能够靠智力取胜，对不对？骗起来的呀，对啊，要不你幻象凤幻象能进能展开就好了，可以的呀，那不骗得更凶，对啊。不，按照理论来说这是能展开的，只是你不能刷兵而已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家里面 VR 也确认了，这个也不是那么重要啊，我感觉他是假压制真开矿啊，有点像，他还在刷哨兵呢，应该这盘应该是正常的开矿了，对吧？假压制真开矿肯定是。现在反正就 Hurricane 就是各种搞你，让你也不敢补农民。嗯。出蟑螂，索拉这盘3分50秒蟑螂潮，这个算比较稳的开局，反正一定要这么一定要放蟑螂潮，因为不放的话你可能防不住对方的不朽一波。对，但这盘 Hurricane 应该不会打一波，哎，冷静过来救一救，狗屁，可以走可以走，拜拜。这小细节玩的不错，但我并不看好这盘 Hurricane 能赢。就如果说你是正常的这种打运营的话，想要就打赢 Sola 其实挺难的。在四矿前 Sola 有很多个被打死的 Tammy， 但是有了四矿之后 Sola 就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防御就会 变猛很多，就他四矿之后就一直压着别人打，这没错。啊，杀一个农民装走应该，漂亮，两个走，可以可以，很骚啊用的，嗯，他升级了一防，然后直接开矿，妈这什么套路啊？就你妈又开升一防了，不，现在就给你压力啊，你该说了敢补农民不啦？对，没错，但是我就说他这个很骚气啊，他这个升级，又升一攻又升一防的，这个、的确我们没怎么见过，没见过啊，都升一攻，对。好，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饿了么有个新的活动啊，5月1号到5月10号，有个超级会员的活动，你原价45块的季卡，你只要15块就可以买到了。对，然后你入会的话，你还可以领60块的无门槛外卖红包，划算的一匹，我靠，这是蛮划算的。说真的，你想本来就便宜了30块，然后还送你个60块的红包，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。这个饿了么也对我们支持了那么多年呢。是不是？不是，你如果说订外，你如果自己本来叫外卖的，对吧？你可以，对，你要参与一下。对，你要那个吃外卖的吧？你总可以参与一下。这，不有便宜就要占的。是的呀，反正烧的是资本的钱，慌什么？是的呀，阿里的钱不烧白不烧。对，你们不吃外卖的嘛？那算了呀，你吃外卖的。比如说你学生啊那些，有时候你办个会员，你就比如说你办个超级会员，你他好处还挺多的呀、啊。比如说送那个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不吃外卖了，其实。对啊，你比如说那个送餐什么的，送餐费可以免的什么的，这都挺总有好处的呀、啊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每办一个会员，马云就要多花很多钱，完了让他破产，让他跳，干嘛？好了，来了啊，不朽一波。这个一防的不朽一波，他假开三矿真一波。哎，你妈，我怎么感觉索拉要遭中啊？这盘。哎，这个假心饼干假，哎，火中了，火中了，火中了，没弄好。但没事儿，他刷出来了，你没砸。还是多四个不朽，还有四个不朽呢。哎，刚才找血的时候就能拉开了呀。但是还是很凶啊，他三基地本来就放给你打的，他这个冷静不砸掉已经输了。我觉得冷静砸掉还有机会，我觉得还有。现在赶紧刷兵过来。刚才他稍微有点浪啊，这个冷静。
但即便这样的话，其实索拉也很难打。他关键四个不朽还在，四个不朽还有盾，还是满血，你这怎么打？也是也是，还是要输啊，感觉还是要输啊。这个假开矿真一波还是什么一防一波，这他妈看不懂的这个游戏。这一防感觉还挺硬的呀，你不觉得一防很硬吗？这我也没感觉出来，但是反正我就觉得很飘。这样都被这样都把索拉打死了，韩国第一宠。第一宠吉吉二比零啊、哎、你感谢索拉第二比零、哎、什么情况？今天我简直不敢信，今天什么情况？ Hurricane 都跳起来了。不是今天什么情况，最近神速都跳起来了。不是这最近是这届 GS 要冷门谍报。对啊，那么看不懂呢， Hurricane 跳起来把索拉干了。哎，最近真的冷门谍报啊！对，